师傅，为什么我总是做这个可怕的梦？等你长大了，为师便告诉你。那等我长大也可以学武吗？像温州师兄和雪琴师姐那样？傻孩子，你自幼心脉受损，并不适宜练武。师父，不过这些年为师给你传功许脉，打下了不薄的根基。那今日便授你武艺吧。当世武学灿若星辰，你必须子师祖当年博采众长，故而自在门中也留下各派的秘籍精要。你最想了解哪个流派？碎梦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刀为武器，招式风流，一意求快，一刀命中，一刀又至，往复无穷，取人性命于电光火石之间。铁衣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铁拳套为武器，无坚不摧，攻守兼备，不怒则已，一怒则群雄聚，天下惊。血河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枪为武器，刺条配合，出招变化无穷，所谓骁勇堪贯九州之土，亦神象擅长远程作战，以七弦琴为武器，弹指间速问，擅长远程治疗，以绸带为武器。九灵擅长远程作战，以魂灯为武器，心起念动可驱策药人上阵。血河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枪为武器，刺条配合，出招变化无穷，所谓
本有机会，可错了两招，是不是心有他念？我昨夜又梦见了那个晚上。唉，十年了，当年之事也甚是告诉我了。不过只有那年三月二十，任凭师父吩咐。祭祖大典就要举行了，把这封信送去汴京，交给你诸葛师叔。我可以下山了，太好了！雪清、问舟他们都写好了，就差你了。去吧，万事小心。